闽南语唱的那很到位，比原唱唱的还好。有吗？关键是第一个，竟然太过分了。杜丽爱生气的黑人，为什么？怎么讲呢？你可以说他是爱生气的人，干嘛一定要黑人呢？对呀，对不对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呢？你会认同吗？我还好，还好。我其实他只是讲话语气比较重，而且因为他那个眼白特别白，所以他说我有吗？看起来就很像在生气。白眼，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，但是镜子装可爱哦。他们三个一站出来，很有中国风。哎，有没有？哎，释迦牟尼佛这边，达摩祖师，唐三藏本人有没有？啊，这个碧诺许航比较少见过，看一下他。哎呦，关键詹雅文，詹雅文，你跟詹雅文什么关系啊？他有请我去参加他的演唱会，请你，还有请你请对，他请我去他的演唱会，跟他一起合唱。他唱闽南语，对对对。啊，你哪里学台语啊？开始学台语是我的室友在大学的时候开始教我。我会一些什么假爸爸啊，还有什么，还有立贺，有没有人家啊？假爸爸。啊，假爸请你假宵夜，我听不懂。对，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。用闽南语来学那个闽南语就对了啦。那子龙是花心啊，花心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喜欢周华健啊？哎呦，应该是说大家对意大利人的刻板印象本来就是花心，但我真的不是，我因为我出道就差不多结婚了，然后有小孩，我都跟。哦，你有小孩了，时间陪小孩。大家的印象，这三个人身上，三个人能凑出什么样的改变呢？我本身三个人都是那个婚礼歌手嘛。哦，婚礼歌手，婚礼歌手，对对对对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习惯唱歌啊，但是今天带来不一样，我们要，我是钢琴老师，改变一下。以前我是弹琴的，反而你不唱了，哎，他不唱了，他不唱，对对，我也不唱了。你今天不花心了，他也不唱了，我今天也不花，我今天就是吉他，哦，吉他手啊。OK， 歌手就是我今天台语歌手，台语歌手，台语歌手，金曲奖的台语歌手不一样。那今天有黑豹吗？黑豹有啊，马拉巴嘎。OK， 今天就来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。你对他们的印象是这个，今天就突破你的印象，来一个欢华隆喜邦，厉害了吧？
改观。哎呦，哎，子龙的电吉他很帅耶，弹超帅，弹出他的味道，对不对？然后杜丽，这孙子，这变的。瞬间一吓死人了，这怎么弹完了然后就驾鹤西归了，不见了。他们有自己的那个排法。对啦对啦对啦，哎，你的闽南语唱的那很到位，比原唱唱的还好。哎，有吗？对，他真的很客气啊，没有客气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你要没有那个七分样，我们也讲不出三分话。三分话，讲都不会话，对不对？太棒了，我觉得哎，是有那个会靠。对，然后杜丽，你不要看他的钢琴啊，他真的是画龙点睛。你的伴奏哦，他不会吃到人家原主唱的，就没有那么厉害的意思。很舒服啊，这种老师就一直在来，就是没有一定要给歌手一点空间，很舒服的音乐啊。杜丽，你这样讲，阿咪老师会生气。有在弹，后面还是有在弹，非常好。这一组来，老师你怎么看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的反应事实上跟宪哥一样。怎么样？就是我刚刚会听他们唱一下，我眼睛会闭起来。不，很爽。爽。我眼睛会闭起来，因为那个因为你太累了，唱的太到位了。嗯。就完全是台语歌的那个 quick call 都唱出来，但是眼睛一张开就哇，会吓到，原来是一个黑人朋友。黑人朋友在唱这一首歌。对。真的看了吓一跳。叫做改变你的看法嘛，对不对？真的突破了。三位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棒，给你按个赞。好吧，掌声再给他们鼓励一下。